好啦，一起步嘅时候咧，都冇马出唔到闸嘅，咁前面快少少啦，近内档嗰边咧，彻夜行啦，听心意就快啲嘅。咁外档呢边啦，白白地三浅蓝帽咧就振奋再来都几快，中间啊哈力时刻啦，同埋只美之境嘅，然之后马群中间嘅原族蓝都几快嘅。外档呢边啊，大本啲曾红，热门只嘅曾红略宝咧都喺前边嚟嘅，咁啊拍住外档咧就精研学问啦。后啲位置咧仲有咧就呢匹嘅群王时代都跟喺前啲嗰啲位置嚟嘅。好啦，咁啊睇翻中档嗰边咧，暂时精锐大军遮住喺后边，加拍住圣柏日一齐嘅啫。咁再内档嗰边咧，调走源流咧就近内档嗰边，佢都忙空噶。好啦，跑咗半途程咁滞啦。咁前面带紧头咧，几匹马平排嘅。听心意，左红三嗰匹啦，同埋只彻夜行粉红三啊，带出咗多少嘅。咁外档呢边白三嗰匹就哈力时刻嚟噶。外档嗰边咧仲有振奋再来啦，然之后走内档调走源流都上噶啦。外档上紧嚟嘅马咧，仲有咧就曾红略宝，马群中间亦都揾到位上嚟就精锐大军现身噶啦。入到嚟就300米嘅时候咧，前面咧调走源流暂时放咗出嚟嘅，彻夜行一路追住佢后边上紧嚟嘅马咧，仲有精锐大军啦，外档上紧嚟咧，仲有争红掠宝嘅。但系前面咧调走源流咧，一路都压住彻夜行啊。后边上埋嚟就精锐大军嘅，个张第一名咧睇嚟调走源流到先吓，精锐大军第二，第三名彻夜行，第四名咧争红掠宝啊，就呢四只。果然啊，杜远恩啊，搞掂咗啊，咁啊，调走源流赢咗啊，今届高云地利锦标啊。元北第二场跑第一名三号啊，调走源流啊，独赢派81.5，位置派23蚊。第二名10号精锐大军，位置派16.5。第三名13号彻夜行，位置派30蚊。第四名2号曾红略宝，连赢3搭10派168蚊。二重彩3号10号顺序派347蚊。三重彩3号10号13号顺序派2226蚊。单天派399蚊。位置 Q 3搭1060.5，3搭1387蚊，10搭1395.5。四连环啦，二号、三号、十号、十三号啊，派202蚊。四重彩顺序三号、十号、十三号、二号派6499蚊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13秒02。头马赢二马，个半马位啊，二马赢3码马颈位。